挑战世界纪录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，他们也可以很有趣。所以本期大可看奇闻话题，九项疯狂的世界纪录，赶紧来看看吧。嘴巴塞吸管，你曾试过自己的嘴巴能装多少东西吗？印度有位挑战者一共往嘴里塞了459根吸管，打破了世界纪录。他先把吸管捆成五小捆，然后再捆成一大捆放入嘴中，这画面让人感到嘴疼。脸上勺子最多的人，这个纪录的保持者是加拿大的艾伦卡西，他的脸啊能牢牢吸引17个勺子，果然脸大就是好呀。指甲最长的人，印度老翁齐拉尔过去66年里从未修剪过左手指甲，总长超过9米，成为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。在他的细心呵护下，拇指指甲长到近2米，并卷成圆形，这一手指甲使他名气大增。鬼脸比赛冠军，扮鬼脸虽然很奇怪，但是真的很快乐。英国举办的世界鬼脸大赛中，彼得获得了4届比赛的冠军。他把脸皱成一团，嘴唇和鼻子竟然无缝贴合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乍一看脸小了一大半。如果大家想看更丑的效果，彼得甚至还能露出下面那排牙齿，不愧是鬼脸冠军。力气最大的人，现年56岁的法斯特是力气最大的人，他把一辆近7吨消防车拉动30米，这力气啊也没谁浪。最长的自行车，世界上最长自行车为35.79米，直接破吉尼斯纪录。只有一前一后两个车轮，且需要前后两人共同操作，这样的自行车啊，想要转弯绝对很难吧。拍手最快的人，来自美国迈阿密的9岁男孩，能够1分钟拍打1080次，直接打破世界纪录，成为手速最快的人。据说男孩有一次在网上看到这些世界纪录，就开始尝试挑战。他意识到自己拍手非常快，并可以通过一定的训练达到惊人的拍手速度，就像蜂鸟扑腾翅膀一般。男孩每天训练拍手，直到拍手速度打破世界纪录，直接无人能够超越。喷水最长时间，你绝对想不到喝完水后喷水也能打破世界纪录。斯亚贝巴喝了一口水后用嘴里喷出水，喷水过程持续了56.36秒，打破了世界纪录。一口水能喷这么久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据说斯亚贝巴是医学专业人员，利用所学肌肉知识，通过呼吸技巧变成了喷水最长时间的人。穿最多衣服的人，一名加拿大男子打破一次穿最多件衣服记录，成功穿上260件 T 恤，整个人啊像是米其林宝宝，整个人被淹没在衣服里，只能勉强露出眼睛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。